董楠，24岁，天津人，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。大家好，我叫董楠，24岁，来自于天津，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。那么我从事过模特、主持人，还有活动策划、地产策划等等工作。这次来到非你莫属，也是想找一份关于地产策划或者活动策划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同事们眼中有一个外号叫渠道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做活动很长时间，然后自夸一下，为人比较靠谱，大家都喜欢我，愿意给我他们的活动，所以各行各业的人我都认识一些。比如说什么行业？比如说个七八个行业。比如说您想买手机吗？我能给您找到最优惠的这个手机商。嗯。然后比如说，买汽车也可以。嗯。所有的 4S 店，几乎大众品牌一点的，我都认识朋友。嗯。然后，地产界的就不用说了，因为我最近从事的这个活，那个就是地产的策划。啊。然后几乎各行各业吧。做了多久这个地产的策划？让我想想，到现在半年多了吧。好，那比如说某一个房地产项目，你给我举一个例子，说你把它的这个项目做了一个很好的策划，举个例子。举个例子，我前些日子做了一个小项目的开盘，它是一个只有370套房子的一个小盘，只有4栋楼。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好，所以我在它的这每周六日的暖场活动呢，我就希望能够尽量吸引到这个路过的人的目光。你的这个暖场活动是什么？暖场活动其实也就是唱歌跳舞，但是会比较偏向于年轻化的这一些。比如我有一个 idea， 就是说我找了10个女孩子，在身上穿文化衫，然后每个上面有一个字，是这个楼盘的名字加上它的广告语，然后在周围大街上走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。董楠，抱歉啊。您说。我小小的评论一下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您说。我不认为这样的策划特高级。确实是，每一个项目都有它的调性存在。如果说我是在卖一个在天津2-3万一平米的楼房，也许我做的活动就会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我曾经发过的一条效果很好的短信，是夏天的时候发的，我说，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3步，来某某某楼盘体验清凉一下只需1步到位，然后是后面我们的这个楼盘信息简单的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电话。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还有这个家长给我们打电话说，哎，你们这个楼盘在哪儿？到底是一什么活动？怎么就清凉一下了？他们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？可能是觉得我的短信比较吸引人，而恰好他也想看看房子。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楼盘的市场是这样的，买房子的人他还是要买房子的。我们要就是打开的这个市场，并不是说让这一块小小的肉变得更大，而是要把这块肉我抢到的更多。哎，董楠呢？现在你这份工作不是做得蛮好的吗？为什么不做了？你现在这份工作的收入怎么样？不好。不好。对。多少钱？方便透露吗？3000。按理说，你说到的是，楼盘的项目策划。对。你没跟他们谈过薪金吗？因为我是从一个别的行业跳到地产，以前是活动口嘛，你要跳到地产其实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要得到自己在乎的东西的时候，其他的事情你就不要计较太多。但是进去之后呢，我能够得到一个快速的成长之后，我觉得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， I'm ready, I'm coming。我想要一份能够体现我价值的工作了。好，所以也要和活动和策划有关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各位。你希望的是进入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里面做策划？对。对。对我们公司做过了解吗？了解的不多，但是我想我还是蛮向往您那里的。明白。我非常担心的就是平均4个月换一家单位。你就是仅仅因为他们是代理公司吗？代理公司目前做得好的也是非常棒的。是的。那个整个运营他们的那个整体策划的能力甚至比那个开发企业多强，这是未来的趋势。是。回应一下这个问题。确实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的，我4份工作都是做的策划。对于策划这一点来说，我觉得我很稳定。好，我已经找着了职业的目标了。好，12位。有的老板还没有提问，但是我们要用别人的问题来对董楠做出判断，做出第一轮选择。你们让董楠继续还是离开呢？选择。
还有十位留下来，现在董楠要向大家证明天生我有才。我有一个建议啊，嗯，因为她这个女选手的口才相当了得，嗯，但如果面试的角度是什么，我不看你的思辨能力如何，我看你干过的事儿，我们还是要拿你的经历去碰你做了什么。就这经历，我是那个问一下，但是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？她就是一直在说的时候都是说的过程，对，没错，她永远不说她出发点是什么，结论是什么，结果。但如果这是一个，你作为一个策划，你本来就是不明白她的初衷和要的结果是什么，这个。好，这样啊，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你就说有一个策划特别有亮点，嘣就给我们一步到位描述出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开始。有亮点的，说真的没有。为什么？我很实在的说没有，因为我之前没有这个权利，没有这个权限去做这样的策略性的工作。其实就关于他刚才的例子，我觉得也是可以，不管是美女巡街或者短信，还是总觉得差一层窗户纸，你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因为这个创意本身我们觉得一般化，比如说你巡街的结果最后是，比如说影响了多少个人，有多少人到因为看了你们这个来看，咱们就是那个把大象关到冰箱里那三步，发这短信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在我们以前用其他人编写的短信的时候，我们来电量也就是个位数，然后我发完这条短信之后，我们来电量达到了三十几。你发了多少个？每天十万条，二三四五六。翻译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每天发了十万条，一共连发了五天，对，五十万条，对，如果按四分钱的话，那就是两万块钱。对，然后带来了三十几个来电，只是来电啊，还没到场。每天三十多个，每个电话平均要600块钱。对，而且他打了电话还不一定到现场，假设到现场的是三个电话来一个人的话，一个人的成本是2000块钱。对，其实十人里有一个人买房子，因为我们是看重结果，对吧？你说别人来几个电话，你来三十几个电话，貌似你很强，但是最后的结果是，你一个电话给我花了700块钱，我要是一个老板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。所以董楠是这样，我们来这么讨论一个问题。事实上刚才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又在讲啊，说我也希望能够做成什么样，我也希望能做成什么样。因此你前面那些工作更多的是执行，对不对？对，更多的是活动的执行环节。各位，对，我问一个专业性的问题，考考第一，你介绍一下你前一个项目的几个关键数据，建筑面积、容积率、绿化率、月去化率，这几个数据能不能告诉我？建筑面积应该是50000左右，然后容积率是3.48%，然后它的绿化率是30%。还有一个什么？去化率，上三个月的，因为你现在是暂职的，暂职的话，前三个月的去化率，月去化率大概在多少？去化率大概在6%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那除了房地产行业的策划，其他行业？其他行业考不考虑？那其他的职位，比如说商务拓展、渠道合作、商务拓展考不考虑？考虑不考虑？比方说电子商务。对，我也真觉得你特别适合做商务拓展。非房地产行业考不考虑？考虑。电子商务这儿也考虑是吧？考虑。好，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各位都不再问了啊，有没有现在今天找工作的一个薪金的要求？有。多少钱？7000以上。7000以上。好，接下来的十位，7000以上，策划，他的名字叫董楠，你们决定让董楠继续还是离开？选择。大家可以看到了，今天王刚真的拼了，谁都留，什么样的人才都留。不是不是，都是很好的人才啊。是，而且偏重的什么方向都留啊。来听一下暴风影音提供的工作。其实我们有两种工作可以给你了，一个是市场策划，我们现在市场部，那么面对我们自己的业务发展，需要做品牌和业务的市场推广，我们需要有市场策划人。所以第一个工作是市场策划。市场策划。第二份职业，商务拓展。好，商务拓展，两份可选择的。来，昆仑地产，艾珍，我可以给你的是你想要的策划，因为我们的作为那个项目公司，它的品牌跟策划是放在一个部门的，就品牌策划部，给你的就品牌策划专员这样的岗位。银泰网，红心。董楠你好，虽然这个环节不是谈钱，不过我还很诚实的说，上一轮你最后一句话说
7000以上的时候，我是犹豫要不要留这灯，但我虽然还是留下来了。当然这个环节我不谈月薪，但是我还是要诚实的告诉你，从现在起，如果说我给你这个岗位，我肯定是给不到你这个价钱，但是我仍然是觉得，深深的觉得你是适合做商务拓展的，所以就是商务拓展这个职位。来自银泰网是商务拓展三家，暴风影音、昆仑置业、银泰网，走上前去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。谢谢。红心呢，确实是一个特别靠谱的老板，一方面留下来表达想要要人的愿望，另外一方面也坦诚地说到了薪金给不到7000块。谢谢童心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，因为我怕我不说清楚会给他误导。是的，特别好的大家双方都坦诚实事求是来进行交流的方法。谢谢童心。最后留下来的两家，暴风影音、昆仑置业，谈钱不伤感情。来吧，董楠。那您能跟我说可不可以我后面一点？谢谢。可以。啊，这不公平吧？王楠，两个人别客气，女士优先吧。来，好。好的，我也不会因为其他企业，他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薪酬特点啊。像你这样，实际上工作也时间也比较长了，应该给你7到8万这样。但是说实话，你如果不是这么频繁的跳槽，我可以给你更高的，所以我今天能够答应你的是7万的年薪。7万的年薪，还有没有问题？有那个，因为地产策划一般它整个项目的销额是有这个年终分红啊这些东西，我想问一下。我们作为这个开发企业，策划人员相对它是年薪是固定的，不跟那个销售额挂钩。我们的销售是销售独立的一个线，你更多的是属于职能部门。好的，谢谢。还有问题吗？没了。工作地点不问。我知道，就在昆仑中心的。昆仑中心，当然，如果你愿意，也可以去我们的集团杭州，也可以。好的。好。那个昆仑这边已经给了你很高的薪水了，从我们的角度，从我们公司的资金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在5000到6000月薪，是这样水准。那么你刚进来的话，大概应该是5000。明白。哎，王刚，人家刚才说不低于7000，那是他的要求，他没有说低于7000。邵刚，我很实在的把灯灭了，对吧？你很，我非常实在，非常认真。人家梁静很实在的把灯灭了，对吧？人家童心很实在的，就直接在上一环节。我现在也很实在的告诉他，我们达不到。董楠，这儿，哎，我提醒你一下哈。就是刚才林总给你的那个薪酬，年薪7万，实际还不到一个月6000。明白。啊，你要会算这个账 啊，跟这个王总那边自己心里边有个数做比较，好吧？好。现在15秒钟的思考，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昆仑置业，还是暴风影音，还是谢谢再见。选择昆仑置业，谢谢。